好，各位朋友好。Hello， 咁大家好啦，我系 Sonic 啦，今日同大家玩一只新嘅游戏啦。咁咧就好耐冇见到知道，咁咧都冇办法，因为最近好忙。咁咧，哇，好残啊，我个样唔知点解，系因为工作嘅缘故啦。咁啊，冇乜时间拍片。咁咧，而家就同大家玩一只新嘅游戏。咁嘅游戏咧叫做唔识读啊，真系氹氹啊，心唔知啊。主要是一个米奇老鼠和 LINE 合作的一隻游戏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游戏是玩什么的呢？基本上呢，如果大家有看最近 Odi 拍的那段影片的话呢，就知道这个 game 大概是玩什么的。那么现在我刚刚开始玩了没多久了，那么我想试一下，即介绍给大家。等一下，我收了那些 fuck face 的东西。介绍只 game 俾大家玩嘅，咁咧只 game 其实基本上咧就同好似嗰啲 PND 啊神魔啊弹珠啊个 summon sport 啊差唔多嘅啫，都系要抽嗰啲咁嘅龟头蛋嘅，要抽礼物啦，唔系抽蛋啦。咁抽完之后就有啲咁嘅公仔啦，有啲米妮啊唔知咩鸭啊，有啲河马呢只嘢啦。猫啦，同埋三眼人啦，仲有米奇老鼠咯，系咯，类似啦呢啲啦。咁咧，我用呢只类似河马咁嘅嘢先，唔知咩，唔记得咗叫咩名。我记得好似 Winnie the Pooh 嗰只嘢嘅，不过识散，大家明白就得啦。咁咧就画一场俾大家睇啦。我好其实好低分嘅啫，咁所以大家唔好以为我好似咧。show off 自己的实力，其实好废嘅。你话呢个 game， 我纯粹真系介绍，纯粹介绍嘅咋，知唔知啊？唉，真系无理。嗱，咁我试下玩一次俾大家睇啦。咁基本上咧，只 game 咧系见到好多一样颜色或者一样样嘅公仔啦。咁啊，连埋一齐嘅啫，基本上。咁啊，三粒以上嘅。咁咧，如果有五粒嘅话，就会弹啲嘢出嚟咁样，类似系咁啊。嗱，而家玩得好慢，因为又讲嘢又玩。正常呢啲时候系唔会讲嘢嘅，玩嘅话，咁咧而家就 fever 状态 ，fever 状态就会高分啲嘅。哦 ，fuck， 而家即刻冇 fever， 咁咧个 fever 状态系高分啲啦。咁点样为之有 fever 咧？就系见到中间下面有个黄色嘅能量嗰个棒啊，储满咗就可以 fever 啦。咁咧左边咧左下角咧又系有个能量咁嘅嘢嘅，储咗。一特定嘅数字咧，就可以用嗰只啱啱我嗰只怪嗰个技嘅咁样嘅。咁我呢只怪就系将随机嘅一啲公仔变做呢只河马样嘅龟头啊，系啦，咁啊变下咁咯。咁其实我觉得呢只其实几好用嘅，同埋尽量咧点样为之高分咧，就系 combo 都重要嘅。不过咧呢只 game 咧 combo 咧嗰、那个。嗰、那個成就個分數係唔夠你一次過連好多粒嗰個分數高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建議大家就好似我而家咁樣一次過連好多粒咁樣玩。咁我而家20几万係20几万我平均嘅分數嘅，我唔 expect 一路講嘅一路玩會有20几万。咁另外如果左下角嗰嚿嘢咧儲滿咗之後，但時間到咧，佢就好似而家咁咧，就隨機清一個系列嘅一個類別嘅怪獸，我唔識講，大家玩下玩就明啦。咁啊，呢個23万啦，好鬼死廢啊！咁望下啲 friend 要分先。嗱，最高咧，我個 friend 就51万嘅，咁佢40几万啦，咁我34嘅最高試過。咁啊，啲後面嗰啲龜頭咧就可以唔使理嘅，唔係其實唔係嘅，講下笑啫。咁咧就係啦，類似係咁啦。通常咧嗱，依啲 game 咧，依啲 game 都通常咧就會有啲咩分享啊、俾心心啊，好似啲 Candy Crush 嗰啲咁嘅個系統喺度嘅。通常我嘅通常我咧嗰個習慣就係咩咧？高分過我啲咧就食屎啦，唔 X 俾你；跟住低分過我啲就俾啲機會你，高分過我啦。嗱，即係好似呢個啦，就俾下心心你啦，即係見你咁慘。係呢個啊，俾下心心你啦，見你咁唔低分嚇，俾下心心你先。嗱，嗰啲高分我嗰啲咧，呢班 sucker 可以唔使嚟嘅，呢班食蕉咯。呢一班就可以唔使嚟嘅，还点高分我咯？定玩乜鬼啊？咁啊，即系我又用一次嗰只河马啦，又嘥多分钟时间玩。因为我想试其他嘢俾你睇噶。哦 fuck！
可能就因为我平时做一啲阴质嘢多咧，跟住打 LL 咧石输，可能因为咁啊。我冇咁费事。咁我建议大家就一次过连好多个嗰啲咁嘅公仔啦。我就唔得啊，因为咧唔知点解啊，我平时好难连啊，我觉得。我啲手指可能粗啊，定唔知乜鬼？同埋啲大粒嗰啲咧，一次过系当五只噶，咁所以咧一定要好珍惜，同埋一定要串到嗰啲大只啲嘅公仔，因为佢一只系代表五只细嗰啲。哇！系啦，咁啊串啦，求其都唔知。哇！真系冇时间啊，顶！哇！顶咗都十几万啊，咁长存先得。记住 Fever 嗰阵时咧，要练多啲啊！啊 ！fuck 得十几万先，唉，太惨。可以用道具嘅，不过我都费事用道具啦，顶嘥时间。用道具嗰啲咧，就帮忙下先，因为想试其他嘢俾你睇。嗱，例如换你只公仔啦，例如换有好多人用三眼仔嘅，咁唔知点解嘅，不过三眼仔送嘅，如果你分啦啊 share 只 game 俾人嘅话，啊即系唔费人玩啊，简单讲。咁跟住咧就碌埋先。嗱咁啊，由开始游戏之前咧，佢有得拣啲咩道具嘅，咁咧拣加分啦，钱啊多啲啦，多啲经验啦，有啲炸弹啦，跟住啊 share， 喂出翻去啦。多啲时间啦，最后用系呢个五变四嗰、那个，即系简单嚟讲，我哋每一场入到去咧，有五种颜色嘅石咁样嘅，五种颜色嘅公仔系啊，咁讲，咁跟住又变咗四种颜色咯，咁好似玩 PMD 冇咁一只属性嘅石咁咯，类似系，咁我玩多一场啦，俾大家睇下啦，定七分钟介绍啲咁嘅废 game 都，唔系介绍啲咁嘅谋无聊 game 都要介绍耐，咁咧就咁啦，转下啦。哇！呢、這个黐线嘅呢个，嗱咁咧三眼仔咩用咧？就系将嗰啲三眼，哇唔系三眼仔，同一个颜色嘅公仔咧，就掉晒喺最 top 个位置啦。咁有啲人可能会问我啊，咁嗰啲公仔咧，啱啱你见到临尾。啊，有得 level up 嘅，咁 level up 系点解呢？其实系纯粹多啲分数，因为每个公仔会变咗，其实系冇乜特别嘅，即系多几分嘅，其实一 level up 就到。唉，哇，顶，好难玩。哇，呢度做乜件事？咁咧，大家可以挑战下我啦。其实好易挑战我嘅，可能王正高分。有啲人咧，我有啲 friend 咧玩几千分，我笑咗几千啊，唔系几万分，真系好鬼夸张，好搞笑啊！我又正常玩都系十零二十万嘅啫。咁嗰啲有啲用晒道具嗰啲，就通常高过呢个分数嘅，应该。咁右下角嗰个咧就系、是、可以咁样弹走啲公仔，我好少用，系咯。咁啊有一升啲经验值嗰啲咁嘅龟头嘢又系，系算啦，类似系咁咯。系咁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玩啦吓。睇先系咪？诶唔系，冇加做 friend。我因为我见到有个 friend 得个几千分，可能因为佢拎咗几千分之后，佢唔想 add 我做 friend， 费事我拍片嘅时候见到佢。系啦，类似系咁啦。好啦，咁呢个就系我啦。咁啊，有兴趣咧就可以玩一只 game 啊 ，download 啦。啊，可以用一个下载啊，呢个啊游戏乜鬼酷游戏助手去 download 啦，就系咁讲完。有兴趣 download 咁多，咁下次就介绍下其他 game， 玩下其他游戏。冇办法，因为我而家最近咧真系冇乜时间啊，所以我只能游戏介绍啊，拍呢个系列啦，即系间唔中咧就拍下啲。啊！啲短啲嘅 game， 我知道最近 Walking Dead 出咗，所以我会拍 Walking Dead 如果有时间，咁系咁多啊。
好好啊，下次有机会再见，拜拜。